声一点讲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听啊？好。听得很爽送啊。对，这边都是新生啊。很幸运哦，来到这间学校，可以看到，就第一次进来就看到我表演。对，而且外面 shopping mall， 然后又有那个游乐场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从远远看到一个摩天轮，我以为我来到那个台北美丽岛。对吗？好，最近高雄还好吗？最近那个下很大的雨，因为有台风，现在应该都退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这话题不太好。你们没有反应，换一个。快，前三四天呢，我都在刚开始主持那个时尚玩家其中一个单元。那如果有空的话，可能下个月就会开始播出这样子。那出外景，我有没有晒黑啊？还好啊，现在看还不黑。对，我觉得这几天就是肠胃炎，好辛苦。对，其实还没有完全好，不过刚刚唱的时候应该听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嘛，还好。